阿美族唱将林淑萍唱出真性情，评审一致好评。我以为会跟对方结婚。你怎么可以不爱我？你怎么可以不肯安定，不想承受？每句话压在我的心头，痛却说不出口。真的在讲述一个很真实、很诚恳的故事。我们都有听到，也感受到。长笛来袭，卫冕者陈绮安全力反击。我觉得你已经开始把摇滚的意义跟态度有做到了。陈绮安能超越挑战者91.3的高分，顺利卫冕吗？八九。